西安，中华文化的发祥地，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的辉煌，使它成为享誉中外的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在这座文化名城的高新开发区，耸立着一座现代化的高等学府——西安石油大学。六十年的风风雨雨，六十年的拼搏奋进，它与共和国的石油工业一起走来。今天的西安石油大学已发展成为一所以工为主、工、理、经、管、文、法、教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型大学。教学楼前的这尊雕像格外引人注目，他那刚毅的目光中透射出一种精神，铁人精神。这精神共鸣出百万石油人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和声，这和声一直回响在这座校园里，回响在它建设发展的历程中。拂去岁月的尘埃，翻开历史的画卷，西安石油大学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和充满坎坷的发展之路。学校成立于1951年，它的前身是西北石油工业专科学校。在那百废待兴的年代里，学校的办学条件可想而知。然而创业者们不畏困难，艰苦创业，自力更生，拼搏奋进，为共和国新生的石油工业输送了大批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为适应石油工业的快速发展，1958年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原有基础上组建了西安石油学院。经过几年的艰苦发展，学院教学质量逐年提高，初具规模。1969年，学院改制为西安石油仪器厂。1980年5月，西安石油学院恢复建设。在石油工业部和陕西省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学院迅速发展壮大。时任国家领导人李岚清、李铁映等先后莅临学校视察。1999年，学院被西安市政府评为科技实力十强单位。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学院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所属划转为中央与地方共建，以陕西省为主管。面对体制划转后的新形势，学校树立了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新校、学科荣校的办学理念，抢抓机遇，合理定位，加快发展步伐。2003年5月更名为西安石油大学。2007年10月在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获得优秀。2009年9月，占地1726亩的新校区落成启用，学校办学条件得到明显改善。2009年11月21日，陕西省人民政府与中国三大石油公司签署了共建西安石油大学协议，为学校赢得了新的发展机遇。2011年，学校被列为陕西省“十二五”期间高水平大学建设院校，学校发展也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篇章。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多年来，学校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师资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2010年11月，学校召开了人才工作会议，进一步夯实了人才强校战略的各项任务，
完善了有利于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的管理文件和政策环境，开创了学校人才工作的新局面。学校现有教职工1600余人，其中专任教师1000余人，教授、副教授500余人，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300余人，有5个陕西省教学团队，有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省部级突出贡献专家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42人，有省部级跨世纪学科带头人10人，有陕西省教学名师、全国和省级优秀教师12人，入选国家新世纪百千万工程、陕西省百人计划、三秦学者特聘专家9人。学校还聘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国伟、中国工程院院士顾欣怡、李鹤林、罗平亚为学校双聘院士和特聘教授，聘请著名作家陈忠实、著名作曲家赵继平为特聘教授。为加强国际化人才培养，学校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37所国外高校和机构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与美国13所大学开展了121中美人才培养计划项目，同时还聘请了25名外国专家学者担任学校外籍客座教授。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大师级人才和优秀的教师队伍，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有了坚实的基础和不俗的成绩，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本科毕业生一次就业率连续17年保持在92%以上，学校先后被教育部、陕西省授予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60年来，学校累计培养毕业生10万余人，毕业生为人诚实、基础扎实、作风朴实、工作踏实的40品牌在用人单位广受好评，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专家、学科带头人、领导干部、技术骨干和企业家。在坚持人才强校的同时，西安石油大学的办学者们始终将办学特色视为学校的生命力，始终围绕石油石化行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开展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学校有7个省部级重点学科和1个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特色学科，有1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8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现有的55个本科专业中，建成5个国家级特色专业、8个陕西省特色专业、5个陕西省名牌专业。有13门省级精品课程、4个省级试验教学示范中心。这些学科和科研基地都与石油石化行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紧密相关。学校的科研工作更是体现了鲜明的石油石化特色。近3年，学校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863、973、科技支撑计划和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级和省部级研究项目165项，科研总经费超过3亿元。近5年，学校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励36项。其中获2007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1项，获201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1项，获陕西省科学技术奖1等奖3项。还有一个科研团队荣获2008年度全国5一劳动奖状。学校的科研特色和优势
在古城群星荟萃的高校中，闪烁着自己特有的光辉。60年的艰苦奋斗，60年的辉煌历程，学校各项事业蓬勃发展。2003年，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校园文化示范点。2007年，被教育部授予全国教育纪检监察先进集体。2008年，被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省级文明校园。2006、2009和2011年，学校党委三次被授予陕西高等学校先进基层党委。2011年，学校党委被中共陕西省委授予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半个多世纪的沧海桑田，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西安石油大学在成长中走向成熟，正散发着无限的青春和活力。展望未来，党委书记王建立、校长曲展满怀信心。学校今后的奋斗目标是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突出办学特色，加快内涵式发展，着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努力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为祖国的能源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大江流日月，凌云会有时，胸有鲲鹏志，御风可冲天。西安石油大学定将会乘浩浩长风，破滔滔巨浪，云帆垂天，直济沧海。正像学校校歌中所唱的，石油大学千秋业，山高水长一路壮歌，看我辉煌明天。